直播吧。10月7日讯，在结束昨天亚太的中超联赛后，何超于今天一早前往国字号报道，他也在自己的微博上更新了最新消息。何超表示集训场地太破导致自己崴脚，具体情况还需等待拍片结果。微博全文如下，起个大早去报道，感谢到现场支持的球迷朋友们。场地太破，所以刚开始10分钟就崴脚了，以为没什么事，结果越跑越疼，具体情况还要等拍完片子才能知道。很遗憾在间歇期前没能给大家带来一场胜利，不过我想所有人都会继续努力的，为长春我们一起战斗。在昨晚结束的联赛中，亚太客场3-3战平泰达无缘三分，目前亚太以30分暂居联赛第10。何超本期同时入选了国足集训大名单和国家队伍15人集训营大名单，他将首先参加国足的热身赛，随后前往集训营报道。